第八十八，五点三十分起床。第一，八十八点六五 KG。第八十八，七十八点三零 KG。老规矩，一大瓶冷水，刺激肠道，方便排便。送孩子上学，俯卧撑二十五乘四组。七点五十三分开始爬楼梯，三十分钟完成一百层楼梯。早餐香蕉。今天是和老婆拍拖二十一周年，中午去了乐福吃这家的生蚝和牛排，但是我们早到了。这家最出名的是十元一只生蚝，虽然便宜，但是很新鲜。冬阴功汤意大利饭，五成熟牛柳 perfect。下午茶咖啡。下班的时候去了换硬币，闲置的硬币居然有1500元。之后去大围街市买火锅材料，可以开吃了。开心吃肉和家人共聚的时刻，明天又会是美好的一天。感谢观看，请多多支持。